有一位同学啊，私聊我说哈，叫我拍一个水母的视频哈，就会带着全班的同学给我双击哈。那好，今天一大早我就骑着三轮摩托车啊，来到河边哈，给大家拍摄。哼，不知道这么多的水母能不能换回这位同学的双击呢？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，加个关注也行啊。你退大潮啊，海边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卧在沙里，但是这条鱼卧在沙里属实有点奇葩了。可能是渔民伯伯当捕捞它的时候感觉这种鱼有点可怕，扔到了海里，被浪打在了沙里。今天挖出来看一看，一些小姐姐没小哥哥没见过，反手会给你一个双击，动作那个快呀，那个帅，而且还加上了一个关注。咱们今晚11点左右在你赶海直播喽，感谢。在海边抓到一条非常漂亮的小鱼，身上的条纹非常的炫酷，身子也非常的柔软，据说它的身子能绕地球好几圈啊！这个家伙名字叫七彩腾蛇鳗，很多老铁不认识，第一次见这种鱼，进来就点亮了小红心。很多老铁喜欢大海干啊，隔老远处我看见一个黑黑的东西，隔近一看原来是一只大海牛，可能这两天退大潮，海水退得特别深，这只大海牛因为贪吃笼子里边的海小鱼小虾，没来得及回家，待会我们给它放生。如果感觉我做得对的话，请给我点亮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退了大潮吧，咱就在沙滩上转悠，这转悠转悠转悠就转悠了一个这个。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鱼，应该是被搁浅了卖的，真是自卖自夸。我是诚实的孩子，请给一个双击。因为昨天下午发生事情啊，也没有好好拍视频，大家老铁们给个双击。下午带你们赶海。